哎呦，有鱼！嗨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打野二娃哈，在这个酒店里面。刚才有条金货，咱们跟他来了一碗，打开看一下啊。看有货没有啊？好像不看。被人睡了过，睡了三十几个。哦，这个还有几条鳝鱼。还有几条鳝鱼？这一碗相当的不错哈。嗯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大货。 好几条，驼驼，应有皆有哈，应有皆有，一坨坨啊。这到几碗了？六碗。好的，等一下。感谢受伤的心松的啤酒，感谢金生大哥送的857。他走这面。看一下这里。看一下这里。 这里还有，这里肯定有鳝，是啊，哇，这草，非常的丰厚。感谢雪狼哥送的炸鸡桶，感谢雪狼哥送的大风车，今晚有鱼吃了。哦哟，哎呦，还是有一条啊，一条，感谢雪狼哥送的甜甜圈，不怎么多，来。 来，这里有一网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明显就是一网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吗？这个不是。这里啊。孙总，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感谢雪狼哥送的甜甜圈，感谢雪狼哥送的棒棒糖，感谢我雪狼哥。还行哈。来，你就喝黄鳝，对对对。哦呦哦呦，哇！ 干净点啊，看不清。这个是泥鳅，今天泥鳅啊，泥鳅。嗯，泥鳅多哈，泥鳅多。泥鳅多。这啥？鱼多啊。今天他们。对对对对。今天不得行喽。等一下，看看我们哈。不要急，还有。还有嘞。大货在河沟。这里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哈。 哇，噼里啪啦，有，又是泥鳅，有两条，牙签儿，哇，啊，有几条牙签？这不怎么理想，今天可能十斤打底了哈，看吧，现在怎么能预测十斤打底啊？我估计哈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看一下这里的山脉。 江西省宜春市，啊，阳光已经哈。我这里面还有一网，我给他看一下啊。这里还有一网，期待一下，爆！第二包。这一网还真不理想嘛。这是为民除害哈。 不懂的就不要乱说。哇，好几条！在下面吗？喂，还可以，这边条数到头，比那边好多哇，好多条啊！条数是多，可惜这边就下了一网。嗯，不怎么大。嗯，水都没得，看到没有哈，兄弟们？条数是多，全部2两一条的话就安逸了。全部2两一条，这里都一斤多，七八条。对。 好多条，全是鳝鱼。对，不大哈。管他的，收了。嗯。那面都还有一网哈，咱们再看一下。哪里还有一网？你要看到公屏。我看着公屏呢。你看一看的就看到二锅头笼子去了呀。我来看了看。我看到你的眼睛，你还。来来来。 这里最后一网了，那里大伯已经把牛，最后一网了。嗯嗯，那边。来来，镜头转过来看一下，这一网该要爆一下，来5根条子就巴适了。5根？哇，不止哦！真的都不怎么理想。哇！
还可以哦，有条走，有根条走。这个鳝鱼的有两根条走。这鳝鱼的还是啊，不是我想要的。想要的结果。来，我到处数一下，都搞忘了。嗯，搞忘了。数一下。等一下，忘了。看嘛，牛从这里。再数一下。过去。咱们把蛋捡起来哈。有，或有的还有好多笼子没收。三了。对啊，吃不完就那个啊，说的没错。八碗，九碗，五十米，五十米哈。十碗，十一碗，十二碗，对不对嘛？少一碗呢。